我们现在在这个乌鲁木齐的营地，在这边待了2天，然后后面洗了好多衣服。现在我们要去逛乌鲁木齐，对吧？这乌鲁木齐吗？哦，吐鲁番，错了错了，吐鲁番，走，去吐鲁番逛一下这个小县城。你知道它冷的，你看现在太阳很冷，你们发现这个温度一样。真的开始冷，我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待太久。找到了一个修摩托车的地方，换一下机油，摩托车也要保养了，差不多已经3000公里了，2900。25的、30的、35的、40的、45的，我挑最贵的45的。好。这个西游上一次我们在西藏我自己换的，在那个乃下圈的时候我自己换的。你什么时候在乃下圈换过机油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太不关心我，你太不关心到我们的交通工具了。这个是你掌舵，你我不关心你。在西藏换的，到西藏到现在已经开了1000公里，这么多块钱。45块钱。走吧。让你弄个这个证。上车，你推出去吗？收了吗？嗯。好了。果然换了油就不一样，动力就不一样。出发逛街去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吐鲁番最热闹的市区。干嘛去啊，陈阳？干嘛去啊？逛逛。不去那边逛吗？那边很多小吃啊。这边也一样，这一排都是吃的。对，都是这样。全是羊肉。以前很来新疆，然后想吃羊肉串，找不到啊！你在我那边找，先找一个新疆羊肉串，不好找啊。现在满街都是，随便你吃。你很喜欢吃羊肉是吧？对啊，我现在晚上不怎么想吃。对，主要是我吃肉。现在到了晚上就没什么吃饭的食欲了。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吃晚饭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到了晚上就没啥食欲，就不爱吃饭。要不吃两个羊蹄吧？羊蹄呀、啊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老软的了。可以啊，你吃了。真的，我现在到晚上就没食欲了。我也没什么。这是一个好现象。我找找看吧。过午不食。对，我待会吃点羊蹄。我也好久没吃了，这买也买回去了。嗯。天有没有黑？天黑的时候有没有？这边是市场，我看看吧。这边是它的市场，我们昨天前天来过了，晚上还这么忙呢。对呀、啊，天都黑了，菜场还这么。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是吧？不错的呀，在这里吃还是回去？哎，10块啊！吐鲁番的，马皮子吐鲁番的。好会做生意。吐鲁番的。可以，不在这里吃，在这里吃。拿在这里吃嘛，吃完再走嘛。你慢慢走啊，慢慢逛啊，付钱啊。
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嗯，都还行。还行是吧？胡辣羊蹄。牛奶。嗯，再买个牛奶是吧？来两公斤、嗯、这边晚上全都是卖牛奶的，还有卖很多水果的小摊贩、这个感觉，这个你尝一下，这个是一半没电视不敢，好吃吗？你给买对啊，这个比较好吃，这个比较哪一个，这个比皮的一种、这个真的是不吃、阿妈好，五块嘛，五块今天便宜啊，4.5，好嘞，啊，4.5一公斤，4.5毛钱。三公斤，一个，一个三公斤。多了不错，你可以吃一点。我还吃啊？吃吗？你要吃吗？吃一点吧，那就。好。多少一公斤来着？150，155。155啊？嗯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要提示。OK， 够了。这个萝卜是可以吃的吗？可以。这个汤呢？这个是汤吗？有汤。这个是肉汤是吧？嗯。OK。就这样子吧。有羊肉汤吗？有。这个洋葱就是解腻的。应该。然后一人拿了一碗骨头汤。新疆洋葱。喝喝这个汤鲜不鲜？你喝呀。我喝一下这个汤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感觉有点咸呢。还不错啊。陈阳现在还要加点辣椒。嗯，太辣了。他这个肉跟这个胡萝卜、都是咸的，然后这个汤也是咸的，还蛮鲜的，挺好吃的。我就吃一点素菜啊，你吃肉啊。吃的，小葱啊。我们这些肉是62块钱。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在这家叫巴格木美食店。这里生意很好，而且它只有晚上才有的，它白天是没有的，下午的时候才会有。那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拍到这里了，拜拜，下期见，我们要回去了。